人，我是慧萍，我来看你啊。你之前跟我讲，爱我甲过去你放互袂记，啊，我当作过去的李俊杰已经死啊。我是这意思，俊杰，你是不是听到我在讲话？你是不是听到我的声音？我不管你是不是有要跟我做伙，我拜托你，你得好好活落去，你有听到无？请你过来，我答应你，我会甲伊好啊，我会照顾你，好你去过你想要爱的人生。出去就出去啊！遐大声要怎啊？好，紧嘞，我准备休困啊！休困啊！俊杰，你即摆感觉安怎？人敢会无爽快？敢唔需要我叫伊醒过来？俊杰，你敢知影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那安尼，你敢知影这是倒位？哦，我看应该是只是受到伤大刺激，所以伊是安怎发生车祸拢袂记的啊？俊杰，这是病院的 VIP 病房，你好好休困。我一定会在这好好照顾你。VIP 哦。嗯，咱这个在这间病院拢是 VIP。明天会进来呀？哦，给你叫你醒过来。哦，好。可是，你刚要打电话给董事长和总经理，跟伊讲这个好消息。对。歹势，车坐唔济。啊，你是啥？你唔知影阮是啥？
我是谁？只要你卖诚信过来，我的下面都没还的啊。那呢，一并就是我的啊。顾有英不在，俊杰今麦人搁伫个病院，你家伫个公司今麦上大的就是我。我已经为我这班做一挂准备了。喂，什么事？林红嫂，一千七个来。孙，你准结了呢？清醒了后，孙阿拢袂认得阮是谁，阿嘛袂记伊家己是谁。可能是伊个头壳聋了，无前个情形哦，就亲像电脑宕机共款。啊，不过宕机个所在就是个记忆区啊，啊就是阮讲个海马位，这就会造成伊失忆个情形啊。啊，那安尼，这个情形是爱偌久才会恢复，才会想起伊个过去啊？这无一定个。每一个人的情形拢无同款啦，我是建议吼，合患者吼，逐天加运动，加行行的，看记忆吼是毋是用早一天恢复。医生，那呢，伊除了失去记忆，身体状况敢不要紧，敢会当出院啊？患者目前的状况看起来真正常啦，明仔来当出院啊。啊？伊这个状况，真是明仔就会当出院？阿嬤，我是感觉哦，咱先让俊杰当去处理，啊，让伊去咱现在的所在，无滴卡会当帮助伊的记忆，赶紧恢复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哦，好啦，医生，啊无明仔载我再来甲阮孙办出院。好，好，多谢。哎，干啥搞？说搞我这里倒个这瓦起啊！哦，我来。刚刚腰足酸的呢，哎呦，腰酸。要塞你。哦，安尼。哦，舒服了。俊杰，哎，咱明仔载特别登去处理呢。登去处理？嗯。我是跟你多做伙是吧？嗯。哦。俊杰，当然多做伙啊，咱是亲人咯。我不知道，无啦，我著甲你无啥咧向我，我知你咧对我创啥，所以我唔接，歹势啊，你会听袂啊？当然啦，啊，歹势啦，是讲哦，我嘛，我小可爱傲者啊，你著叽叽叫，哎，你是查某囡仔，哈，是讲我咧看个真倒诶，敢若袂输美男子同款，尤其是你迄两粒目睭，哦，老狗讲了，你迄两粒目睭做棒的啦。阿仔，我是查甫，我唔是查某的，我得杀掉你啊！这个，你注意看，会记无？会记我是谁无？啊，当然嘛会记你。有影是阿妈的心肝酸，我就知你会记阿妈。我会记了，这英国女皇哦，已经过往矣啊！你看，做成个英国女皇，同款这样有气质，这样高贵。
尤其是迄个爱皮肤啊，安尼啊，话安尼油咪咪啊，啊，加上安尼筋骨啊，筋骨，哇、哦，你真正做好保养诶！你少年的时阵哦，一定是一个正面出彩，哪里甲你打掉啊？可是呢，谁人准起来性情交变呐？无啦无啦，姐啊，我未讲衰啊。我你诶头毛是有特色度诶啊，我足识拍诶呢。俊杰，我来甲你介绍一个啦。这个人都是你的亲人。哦。这位是你的阿妈。阿妈。这位是你的哥哥。哥哥。我是你的。啊，我知，你是我的姐姐对吧？长腿姐姐嘛，你实在真老调，而且够有颜值。哎，你是做妈大是吧？我看起来，跟我比你搁较老。我是你的小妹。啊 ，sorry， 是我小妹啊，无可能是我人矮脚短啊，细粒子较快，较少年较古锥啊。安尼我即马知影，你是我的小妹啊，你是我的阿妈，你是我的哥哥。啊，我即马住伫咧 VIP， 所以咱兜做好个啊。这个代志哦，你豆豆一定收起来啊。啊，不过即马上重要的是，你还会记家己的名。你的名叫做李俊杰。有啦，拄则听你一直叫我李俊杰，欸，我敢真正叫做李俊杰。你是爱确定呢？俊杰啊，啊，你是莫阁假呢？你真正袂记起你叫做李俊杰哦？你这样，你受伤了是严重是吗？你问我要问啥，我咪就去跋杯，所以我才想要问你，讲我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阿妈，哥哥，小妹。